我是何洁。影视作品的魅力呢，就在于它能够打破国界，跨越时空，激发无限的可能。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是中美影视业界年度盛会，也是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国优秀影视作品的重要平台。2024年第20届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圆满成功。